Hello， 大家好。自从上期分析布罗芬福的视频发出后，就有很多小伙伴一直私信问我是不是退游了，以后还更不更布罗视频。在这里统一给大家做个回复，我没有退游，并且以后会继续更新布罗视频的。一是因为玩了太久，里面有很多心血；二是虽然布罗芬福了，但很多小伙伴也表示会继续坚持下去，所以我觉得希望还是在的。既然情况还没有到最坏的地步，那为什么不再尝试一下呢？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承前启后，继续嘲讽练习模式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在练习模式中已经打出了龙宝之怒省龙宝，矿工狂欢省矿工，电龙特工省三王，空中连环省火龙，蓝胖女巫省蓝胖女巫。那么这一期就给大家带来在蓝胖蝙蝠这关省蓝胖蝙蝠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三连支持一下，点赞过3000，立即更新女巫进击省全部女巫。